各位同学好，今天这个年代稍微被提升一下，对不对？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，对不对？那年代提升了，谁会下去了？马英九下去，马英九下去，谁会下去？东森也有一点下沉了，有没有？东森也下沉了，大概3.5公分了，对不对？年代上升啊，2厘米，0.2厘米啊，东森下沉3.5公分。刚才那个什么神曲，那叫什么？巩俐娜，什么法海你不懂爱，雷峰塔会掉下来，是不是？这句话的歌词的意思，雷峰塔就是现在的小白脸政权嘛，对不对？小白脸政权，小白脸政权啊，就是卖外表的，是不是？就接近娱乐圈的，娱乐圈都是小白脸政权啊。有些啊，立法委员、议员呐、啊，看到那些明星歌星还找他去签名呢，这不是小白脸政权吗？这娱乐圈呐、啊，都比真实的官员来地位要来的高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雷峰塔，雷峰塔会掉下来可是啊，这个中间的过程啊，是很复杂的。你看，警察单位、军人单位，中间的过程是很复杂的。这个人员的一种过滤啊，一个更迭啊，这终究是过程是很复杂的啦。不过今天有一点这种感觉，就是年代提升一点了，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嘛。那东升有一点下沉3.5公分，像这种小白脸哦，他们听到，比如说听到那种台语的时候，都会被震到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被震到？那叫什么？贝斯低音啊。什么叫低音啊？就是听到一些本地的方言啊，讲那个时候你就会被震到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讲了，现在外面有客人。像这种低音部分哦，是小白脸政权欠缺的。这低音部分叫什么？就是工人阶级地方势力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的话，你就会受到打击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工人阶级跟地方势力，就是他们所欠缺的，有没有？就是他们所欠缺的。法海你不懂爱啊，雷峰塔会掉下来，就是小白脸政权会掉下来。不过这中间是很复杂的过程啊，这么庞大，对不对？军人、警察、整个政权里面内部人啊，一个更迭啊。每天过滤筛选，过滤筛选，对不对？更迭，对吧？是很复杂的过程啊。有没有？今天东森又下沉3.5公分了，他们脸色都有变了，有一点点变。这种啊，这个这样子的演变啊，图利啊，图利谁？并不是图利我，不止啦，对吧？当然一定会图利到我嘛，我们这边。我们吃最多，吃最过最爽啊！但真正图利到什么？会图利到，比方说你欠缺什么，你去做，会图利到那些这个被你灌水的人啊，对不对？你会在那边开一条溪，会通往他那边啊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断了他的水源嘛，那他的水要从哪里来？你有欠缺你就去补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给他喝水嘛，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这是这样的过程啊，图利的不是我。门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呐、啊、，TVBS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美国帝国主义暴力集团，对不对？我们是 TVBS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跟美国帝国主义的暴力集团，对不对？不光图利到我们而已啊！你真正图利到的是，你会图利到你这种小白集团，你有欠缺的，你要去修这个低音的学分的时候啊，工人阶级地方势力啊，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，你就已经开辟了一个。河流啊，给它灌溉，懂不懂？这就是我的大禹治水治国理论，对不对？我干你娘的 fuck you， 对不对？我只要干，这就是一个敌人。现在是没有那种感觉啊，
真正有那个火气上来的时候，你说那种低音哦，那种贝斯哦，一撞哦，他们那些小白脸都受不了，咚哦，都干到，真的是受不了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 TVBS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帝国主义暴力集团呢、啊。